你好，你想要什么？来个库洛米，等一下啊，先给人家做一个吧。好吧，没事，我们等一下。是我的吗？是我的呀。那我可以要加油压吧。那我先。晚上要铺到几点啊，老板？正常的这边就是12点，12点铺。哦，多少天？11点。你们都是刚刚刷到过来的？我没有，我是刚刚那边喝酒，我过来看是干嘛。哦。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嘲，莫名其妙。啊，这是你来的吗？啊，小心翼翼。这上面都能认点，先做布娃娃之类的都可以，就这里面的都可以做，很多都可以。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，说一声加油，一切更美好。今天也要加油呀！好嘞，谢谢。哎，对不起。谢谢。买了一个加油鸭，我朋友买了一个小白兔，他还送了一个钥匙扣，好好。养麻花。你好，这个麻花怎么卖呀？哎，10块钱一包的，妹妹。10块钱一包。啊，又疼的又盐的。感谢你们给我的照顾啊！没事，我是高血压总工的，咱医院的。哦。医院里扔了好多钱。哦，好，我可以。非常感谢你们。好，那我拿2袋。好。就是自己拿吗？都是一样的，自己我拿不了的，我筷子就拿不得，半面瘫。哦，随便你拿都可以。就随便2袋，这也是10块吗？啊，都是10块，是两种味道吗？啊，你这个是盐的，这个是糖的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拿2袋。这是自己做的吗？啊，我自己做的，我堂哥做的。哎，堂哥做的。啊，我是做不了的，非常感谢你们了。好，没事。给我的照顾应该要感谢。好，你这要卖多久啊？啊，要卖多久啊？那不一定要卖，然后有时卖的晚上12点钟。晚上12点，我现在才1点多钟。啊，对。每天只卖一筐吗？只买了一筐，我一筐都懒得买，有时就买不然。哦，好懒得买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啊，没事。好，非常感谢。好，谢。拜拜。非常感谢。20块钱买了2袋，然后看起来好好吃。你好，爷爷，我想要一份馄饨。哎呀，馄饨好，馒头好啊。好的，多少钱一份？哎，10块钱。好嘞。请坐啊。好呢。找个地方停停。好。一盏离愁不灯伫立在窗口，我在门后假装一人还没走，旧地如重游，月圆更寂寞，夜半清醒的烛火无人可走。我你好奶奶，我想要份馄饨。哦，有一碗馄饨呀。嗯，那怎么卖的呀？12一碗，我可以加个蛋吗？加个蛋15个。好呢，哇，好漂亮，这很漂亮。一人憔悴，我举杯，饮尽了风雪。这一份里面有几个啊？你放10个馄饨呗。10个哦。热忱爱是非。要加米要的啊。要都要，不挑食。几分轮回，你锁眉。这几个是灵魂。哦，知道嫩一点，老一点。啊，嫩一点，我喜欢吃嫩一点，差不多了。好，谢谢。终于吃到了温州敲馄饨，来两碗，大家。好好吃。在上次的泥人视频下边看到一个姐妹说，黄兴附近一个脸被烧伤的大哥做的编织品很漂亮。你好，这个编织怎么卖的呀？这样的挂件是30。这样的相声可是6口。哦，都是您手工现编的吗？是的。我想要一个小向日葵。每天可以卖多少个呀？人手工看情况，反正最近的时间生意都很差的。谢谢。老板要一个。年轻。很牛。猪我累了。
啊，十个人，嗯呐，还是5块钱一锅哈。哎，一共3吃，拿着吃吧也。拿，不用，我要一锅。吃吧。这锅走了吗？啊，去了嘞，不嘞，这我可没让白眼。都想看这越啃越啃，骗你吃。有多少都是弄个东西往上堆的，反正是有点。下边有脚做流行的吗？ 我不转，大哥吃这不是，就到明儿吧。你做啥都不错，吃这我还拿做。好吧。谢谢。5块钱一份的梅花香，但王叔还给我切了一点，这个分量真的很 OK， 它闻起来超级香，趁热吃很好吃。 好吃啊，那你是那边也有卖吗？啊，我没有跟那儿买过，反正好吃，好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今天也去体验一下跟小学生抢吃的。哥哥，姐姐，这里都有什么呀？有1块钱一份的啊，1块钱，这个是多少钱？是4块钱的火鸡面，有这边的这个南阳土豆也好吃。 那我可以拿一份了，可以啊，就在这吃过吗？吃过啊，但是选一下，挑一挑。哦，好，行，他要1算啊。好，你还有多少预算？预算不是很低了。嗯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请你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夸我一下，你夸我一下。哇，姐姐好漂亮啊！我请你，我请你，我请你，请多少呢？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买什么。真的。 那我就不是很客气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，三转客气，没事没事，我就喜欢这样的人。好，你还要什么？好，哎，还有这个就行了。好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会把我写进作文里吗？会的。拜拜拜拜拜拜。这都是以后香菇，对，葱花肠，然后丸子，啊，鱼味卷，嗯，忘记了，这里不要一份。 嗯，还有这边的这个南阳土豆也好吃，是3块钱吗？对，南阳土豆3块，哦，好便宜。嗯，学校好，那这个呢？就是单塔2块，这个单塔吧，哦，还有冰山熔岩，这里是的，也是我自己做的，哇，好厉害啊，会做小甜品。好，谢谢。20块钱在小学门口买了这么多。 1块钱一根的串串，真的好便宜啊！在小学门口买东西，感觉好幸福啊！ Hello， 老板，糖化怎么卖呀？转了，转你家就外圈的。好，我想转外圈的。好的，好的，你转了。好。50、100的都有。小兔子。我不想要。黄黄的。我想要这个。好嘞。好，装黄是多少钱啊？100块。好啊。大的，你可以画50的也可以。画50的，我没有。50的就够了。你做这个多久了，老板？30多年了。好久啊。 那个时候我才17、17岁，54岁就开始给爷爷奶奶在外面摆摊了。啊，你看这继承家里的手艺。走团的。啊，走团的。这种一般只传家里人吗？还是怎么的？嗯，一般都只传自己家里男孩。啊，传给不传女孩吗？为什么？这个说来就话长，传男不传女了。就中国的一些民族的东西都是这样的。啊。现在我们也改革了，有兴趣爱好是吧？啊。 哎，这个还是要有一点画画的基础。画完了吗？没有，来那么快。这是做什么呀？点睛的。哦，这玩意像是鸡。要不然你就飞上枝头就变凤凰，是这么来的。好事。看着你们就看到我自己的孩子，我孩子参加工作了。啊，我们也刚工作。 但是去年参加工作的啊，放弃了。
我等一排账我就给你加固一下。好的，谢谢老板。唐朝的时候开始唐化，我记得唐朝的时候、啊、这个是分流派的，分流派的，一个百派，一个流派，一个南派。那您是哪个派的？我们是南派，南派一般是画唐人为，百派的话一般是吹唐人为。哦，知道吧？啊、哦，知道。百派人为什么是吹唐人呢？为什么？吹唐人没有口水，什么都没事，那百货人更豪爽一些，啊、南货人呢更加干净，要讲很干净，这是化唐人，百货人就是吹唐人。哇哦！你去拍照去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哎呦，啊、不要闪啊！啊好。一闪的话，它就会变形，啊、把它举起来。啊，举起来了，画的还像不？像只鸡。